好，同步也来关心，就是呢，今年的立法院三党都没有人过半哈，蓝绿两党角力战场从国会外交延伸到民主基金会，这回依据了台湾民主基金会组织章程，立法院长为当然的董事，因此韩国瑜自然是当然的董事。但是有知情董事就表示说，绿营多次透过抹红韩国瑜，指控他立场亲共难以担当重任，因此韩国瑜能否顺利出任，现在仍然存在变数。不，对此呢，绿营的立委洪生汉。他在民进党团舆情记者会上头就指出了，依照相关的规范，民主基金会董事长就应该是由立法院长来担任。另外，同来关心是呢，这回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他表态了，他表态什么呢？司法委员会招委寸步不让。不过，民主党立院党团总召有可能争取司法委员会总召。来，我们就来关心时事评论员张宇轩，他分析，他连进副二读要交付朝野协商居然都不了解，请问有没有资格来当招委啊？黄珊珊没有相关经验，能够升任财委会的招委吗？国民党也不能忘记黄珊珊是蓝白。和破局的最大战犯呢？傅昆萁要礼让一席招委，恐怕反而引起基层的反弹。民众党现在有谁有这个能耐可以去当招委？唯一有比较稍微靠近的只有一个人，叫黄国昌。嗯，对。哦，黄国昌可以嘛？但黄国昌搞不懂进副二读要交付朝野协商嘛？哦，黄国昌搞不懂了嘛？啊，黄珊珊还以为说这个交付这个交付朝野协商之后是院长要来召开嘛？啊，韩国瑜早上就跟你讲说你自己民众要开，他也搞不清楚嘛，所以这两个人都搞不清楚状况。哦，那你要他们去当招委，我打上一个问号啦。财政有赖世宝，啊，有林德福，有严宽恒，啊，有一些人还代表着其实是卢秀燕的意志。卢秀燕希望有人待在财政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卢秀燕以前是财政的。对，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前提跟状况下，它攸关的是所谓的国营企，你说什么银行啊，有一些重大的一些金融系统啊，这些东西它都是有脉络，而且它是门槛非常高的东西，它是有延续性的东西。那以前是老费嘛，那时候这个东西有办法可以放给黄珊珊吗？我们论两个层次好了，第一个，那国民党原本自己在经营的，他的代表这些委员们，他们的排案。交代的过去吗？跟后面的人交代的过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打一个问号。在第二件事情，你给黄珊珊，感觉这个仇恨值很大，对啊，会不会？那黄珊珊有这个能耐可以做这件事情吗？我就先问，我们先客观来去分析这件事情。黄珊珊有这个能耐可以做这件事情吗？黄珊珊连谁召集朝野协商，他都搞不清状况了。所以再来第三件事情，今天黄珊珊是什么样的人物？今天黄珊珊是。国民党公认，党中央公认哦，不然你去问林涛，你去问朱立伦，促成蓝白破局的最大凶手。所以我才说，听起来这仇恨值很大嘛。所以你我还没有讲他能耐的问题嘞，对不对？光仇恨值这个你怎么？你疯了吗？当初大家就是恨透黄珊珊的，而且黄珊珊她有一个身份哎，她是母姐会会长哎，你搞懂了吗？从头到尾整个国民党她是小英女孩哎。他在黄金会上问说：“你浅见国造为什么要查？你们国民党真的要办吗？赵少康代表你们国民党吗？”然后从头到尾千方百计制造蓝白的破局了。我说蓝白的会破局，是因为黄珊珊也不为过。然后你现在说我们要把招委让给他啊，为了要合作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条一条慢慢算啊。你觉得这样交代的过去吗？我在立法院十年，我认为看报纸不足以咨询的，就是财政委员会跟国防委员会。就你真的要读一点东西，或者是接触相关的团体了啊，不然真的有一定的难度了啊。所以你说黄珊珊没有当过立委，他第一届嘛，到财委会立刻当招委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他能够排出什么样的议程。国民党决定要做这个决定，可是我认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无助于蓝白合了。我讲白了啦，蓝白合真正要展现的应该是在预算跟法案上的联系，直接在议题上。对啊，那事实上我好像有听到国民党在共识营有访问几个立委，实际上有几个立委那个意见我是蛮同意的，就是他们认为先走一个会期再说吧，就是看双方在议案预算上的合作的状况，再来决定要不要礼让招委啊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实际了。我坦白讲，你去看那个蓝白合的谈判的过程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过程？
这个韩国瑜到了现场还跟黄国昌拥抱啊，不是吗？后来民众党在讨论的根本没有把国民党考虑在内啊。绿白合的机会好像还高一点，那时候本来就是啊，而且那个时候你看蔡其昌去拜访的时候还那个脸，一脸就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结果真正在谈的就是绿白合啊，就觉得这种表面上的和好，或者让一席招委，并无助于蓝白的合作了。我坦白说，这是很现实的，就是国民党只要你有监督问政的能量，民众党就要逼着靠上来，因为他一定要透过监督才会有声量嘛，所以事实上重点是国民党有没有能力有监督的能量嘛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